我每天都没戴，后腿大大鼻子，小眼睛。好，待会儿开始健身。第一步先戴美瞳，好，然后开始化妆之前先做一个护肤，先敷一张面膜，因为这个是比较好吸收的，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。我就敷个早上不用半小时啊，其实十到十五分钟差不多了。那么提前问到精华，为什么就是上妆前要用这个呢？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的就是皮肤不太容易吸收，经常不贴妆的话，可以用一些润燥。就是如果说最近的皮肤状态特别差的话，可以用润燥救急一下。然后上第一步底妆的时候，不要直接上气垫，除非你皮肤状态是特别好的。如果说皮肤本身有点干啊，或者说是混合型的肌肤呢，就要事先自己先做点小手脚的素颜霜和像你上的这个 BB 是挺好用的。然后红 BB 和这个混，那先开在这个先上个底吧，就打个底，让它整个肤色能够提亮，不要那么黄。另外呢，能够让这个素颜霜跟你上 BB 混在一起呢，就是一个遮盖也有了，另外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光泽度。感觉皮肤上变得很润了，然后再用气垫打一个底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有局部黑眼圈或者痘印的地方，用这个 Cloud 的遮瑕套装里面，这个是我用到现在遮盖力最好的，而且它不会特别干，因为它是介于膏状和液体之间的，持久力又够，也不会干那种。把它拧开，然后底妆打完之后呢，我建议大家先是脸部的阴影先打一下。脸部的立体感主要体现在就是鼻子嘛，是最重要的。像我们这种小宽鼻，就鼻比较宽的话，比较大的话，就是鼻子阴影一定要必须得要打，你不打的话，感觉就是没有立体感。然后这边有个小技巧，鼻子的两边这样，就是不要那么太黑，这样会反而显得鼻子比较大和宽。两边用这种遮瑕笔在点几点，然后用这种粉笔把它用开，这样的话鼻子的立体感反而会明显，而且比较自然，不会觉得旁边是黑黑的。因为这边的轮廓越明显的话，就会鼻子显得越是粗犷。然后这样的话，一个是比较自然，而且鼻子会有收缩的那种效果。然后用三合一眉笔，我用的是01色。我天生的眉毛是比较长比较浓的，所以我基本上只要把轮廓画的深一点就好，不建议大家去做半永久。我觉得半永久有时候做的话，你要想画高挑眉啊，或者要变换别的妆容的话，就不是那么方便了。好，你基本上你鼻子阴影打完，还有眉毛画完以后，整个人的立体感就会出来了。眼妆的话，就是还是要先用一个双眼皮贴，我用的还是那个最宽的啊，先把它按牢了，自动就成型了，就会变成很宽的那种眼皮。然后你再画那个眼线的话，就会比较塌。然后就是先用眼影打底，先用那种淡的咖啡色，眼窝先打一个底，然后再用那个铁锈的粉紫色，但是将眼影排的铁锈红色和灰灰啊混在一起，它会有点那种粉紫的感觉，在眼尾加深。好，眼影基本上这样比较自然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是用咖啡色的这个眼，不定是眼线的眼，那个眉笔也可以的，描画内眼线，然后再用眼线液。轻一点，它这个颜色就不会特别深了。然后眼尾要拉出来的，因为眼睛比较短的话，你眼尾必须给拉出来，显得眼睛就变长了。说不然眼线是这样，要用力更轻了，否则会很脏的。然后再给你们推一支这个笔，这个就是 Cloud 的那个遮瑕套盒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给眼部遮瑕的这个笔，专门是打在眼头的，它可以做那个，所以那个套盒很划算的，可以有那种画出那个就是卧蚕那种感觉。而且你比如说这边画出来很脏的话，用这个还可以像橡皮擦来帮你擦掉，修饰一下。然后这我平时用那个双头睫毛，这个刷一层，因为本来就比较短睫毛，它所以刷一层就这样。如果你要再长一点再密一点的话，可以刷个30，如果有假睫毛的话再用一副假睫毛就会更好，但是我这边没了，假睫毛得充满了粉色嘛，然后它粉还有带点荧光的，会皮肤含量，然后粉的特别嫩，但这个就是货已经不多了，可以多涂一点，因为它不会说太红啊。最后上唇妆的话，因为我是嘴唇比较干嘛，用一下兰芝的这个唇膜上妆，那嘴唇特别干的时候，好，然后用这个遮瑕笔在这个唇沿方面先遮一下，然后用这个双头口红，它是裸粉色，然后它会有很好那个花瓣唇的感觉，然后有一个它这一头啊，它这一头就是润唇的，然后可以提亮。然后你可以这边涂一下，然后会感觉嘴巴下很有光泽，有没有？好啦，今天的妆面就完成了。